太烫了，下不了口。地卡点心和热量炸弹，谁喝茶更配呢？喂，美女，今天给我泡什么茶喝呀？天冷了，我们来点养生八宝茶吧。哎，那看看跟我带的这些合不合适啊？你带了啥？你看啊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马卡龙是给你的。这个马卡龙是万圣节主题的，蛮可爱的。可爱是可爱，但是它太甜了，所以只能你吃，我不配。你这个茶酥不甜啊？茶酥呢，它没有蔗糖的，而且低脂，偶尔吃吃可以的哇。嗯，你是会找的。你泡茶先。来了。这个马卡龙看着就好吃啊，可是一看就是热量炸弹，大没大没。还是吃这个茶酥吧，这个成分还是可以的哈。你这个马卡龙跟这个养生八宝茶能搭吗？应该是可以吧，中西合璧一下嘛。饮茶先喽。好耶。香香香。太烫了，下不了口。2 hours later，这红枣的香味好香啊，还是不错的呢。你的养生茶，这个，小蝙蝠的翅膀怎么断？是不是你刚刚趁我泡茶的时候偷吃折断的？啊，这没有啊，你看一点都没少。那我就从它开始吧。那我只能。怎么样，甜不甜？连我这个很吃甜的人都觉得它确实蛮甜的啊。那我更不能尝，只能看你吃了。哎，我这个里面还有麻薯呢。那是跟这个茶蛮搭的呀。啊，居然。嗯，我来配一口茶试试。再吃。没有给你吃，但马卡龙都很甜。嗯，我这个不甜，你要不要尝尝？我试试。嗯，真的有股抹茶的香味。对，这个跟你的茶也很搭，因为你的茶没有什么茶味儿。我茶都是红枣的那种香味。是、嗯、这两个味道跟它有什么区别吗？没有差。你要不要试试？我不行，你又在勾引我了。这眼睛有点血腥，我尝尝这个吧。嗯，要更好吃啊，中间有一个巧克力，像那个费列罗的巧克力一样。哎，居然是不一样味道，我还以为马卡龙都长得不一样而已。确实味道不一样。最后总结一下，我们今天我带来的这两款零食怎么样？总结来说，还是蛮搭这款茶的吧。对，主要是茶不错。那肯定，我给你的茶那不好喝的吗？